上级吏捐出了10万大洋以后，周鹏又有周可舍。城里城外都在传说着上家的银子堆成了山，几辈子都花不完。没多久，一伙饥民冲进了我们家，想吃上家的大户。他们在已经空了的银窑里却没有找到钱，只找到了一张10万块的借据。 众人顿时散去，没有拿走上家的一针一线。这件事震动了南阳。厉司令，卓参议，我们是来捐钱的呀。上级吏、上大掌柜回家纾难的事儿啊，大伙儿等都听说了。我们真是无地自容啊！我们前些天没来认捐，不是不肯捐，实在是怕捐完钱招来几名吃大户啊。今儿才知道。 人家上大掌柜都这么豁出去了，我们还有什么顾忌的？我家底儿不厚，东凑西凑凑了，这3000块都捐了。不捐了。李某，谢谢各位了。南阳城的灾民们，谢谢各位了。 他这是自投死路。5年了，5年了，我这口气终于可以出了。哎，你说的那个百富洋行的杨掌柜的叫什么来着？格森。格森。好。 咱们去会会他，葛森先生真是出手不凡呐！哎，这回您是赚了一大笔，10万块大洋，不到一个月赚了15万块大洋的东西。楚先生，抬去显宰些了吧？金融的事儿您懂得比我多，但筹行里的买卖的事儿，在下还算是内行。上达志。 抵给你的这些家当，少说也值15万块。做什么买卖能有这么厚的利呀？我看，楚先生真有眼力。您是做金融贸易的，可是，筹行里的事儿，您未必筋道啊。再加上南阳从前发生过靖冈教案。 当地的土人和你们洋人有过节，您现在把上级的大机房收过来了，今后要想经营好，恐怕要花费大力气。我想，还不如这样，你转让给大恒丰算了，我们出16万，怎么样？再加一万，17万。 1个月功夫，您不费吹灰之力就净挣7万，哎，不可能有第二个人给你出这个价钱了。楚先生，看官苦逼行的生意，在下不上荣幸。不过，我还得好好想想。好，你好好想想。 我等你的回信，告辞。您慢点，掌柜。 长在驴腚上了，看清楚了，这是我们楚陶珠楚爷，过不了多久就是你们这儿的掌柜的了。也不客气点，小心砸了你的饭碗。说什么呢你？我们上级力是抵给洋行的，跟你没有什么关系。敢在这撒野，我打断你狗腿，信不信？是吧？
年轻人，火气不小啊。不过，火气大了可不好，容易伤肝。我路过这儿，顺便来看看，看看我这笔买卖做的合算不合算。这上吉利的牌子，马上就要改姓儿了。去，告诉你那倒霉的师傅，说我楚刀猪宽宏大量。他实在没地儿去的话，就留在这儿给我做伙计，工钱我会给他开的最高。你说什么呢？秦爷，哪儿来的野狗在这乱咬啊？啊，来给我，这撵狗我可在行啊！哎哎哎哎，秦小姐，你要干嘛？干什么？你这狗耳朵听不懂人话呀？啊？当初你们不是在这打人家吗？当初怎么打的？今天怎么还回去？嘿，哎呦，看，哎哎哎，掌柜的，秦大，不要太猖狂，迟早有一天，你的景和通和上吉利一个下场。走，有什么坏水尽管倒出来，也不是领教你们一回两回了。好，走。这帮龟孙就不能跟他们客气。秦爷，请。大志哥，你不够朋友啊？怎么了？怎么了？这钱是你跟我一起商量去借的。哦，现在你舍了这个家，捐钱赈灾，你都不跟我说一声。我不是怕你拦着我吗？怎么？现在就来兴师问罪了。今天我是来提亲的。提什么亲呢？我们家宝汉，还有你们家小玲，这都够岁数了。这门亲事啊，可是当年安叶大伯和我爹早就讲好了的。你现在提什么亲呢？你又不是没看见，这上吉利马上都没了。这楚桃珠都打上门来耀武扬威了。没。我还非得就在这时候提亲。往后啊，只要我们秦家有一粒米，绝不会让你们上家一家老小饿着。怎么着？你是嫌我那小子皮，看不上？你要我说什么呢？啊？高森先生，您很准时。坐。好，谢谢。高森先生，实在是对不住，我们上吉利没有能力还清贵行的贷款。这里是我名下所有的机房还有店铺。清单和契约都在这儿，请您查收吧。从今往后，这上吉利就是贵行的了。谈这件事情之前，我还想跟阁下先谈另外一笔债。什么生意？我有一笔15万的款子，我想贷给你。我可以让你贷一年，利息嘛，我只有8厘年息。你什么意思？尚先生，你想一想，你可以从这15万拿出10万5千来，今天先划我的旧账，剩余的部分，你可以用作做流动资金，是鬼号重新运转过来。到了明年，我再来收今天借出的这笔钱。高森先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如果把这上吉利转个手，至少也能够赚个六七万吧。嗯，谢迷恋金钱，不过百富有洋行，做的是大生意。尚先生，您如此慷慨地拯救那些困难中的灾民，如果。 我让你失去你自己的家业，那就算是我的良心不谴责我，上帝也不宽恕我。尚先生，如果你不反对我的建议，那么请在这个合约上签字吧。 格森先生，不是在施舍我吧？不，是你让我看到了，你们的民族身上是有很珍贵的一种品质，我心中只有敬佩。在阁下的面前，我怎么敢想起施舍这两个字？ 格森先生，您这么做是不是太亏了？不亏啊，你想一想，以后全南洋府都会知道我们百富洋行的好名声啊。我相信，这会给我们迎来源源的好生意。 难道先生真的只是出于生意上的考虑？哼，当然，还因为恻隐之心。你别忘了，我可是上帝最虔诚的信徒。只是这一来，大横峰那位足智多谋的楚先生，只怕要大发雷霆了。这我管不着啊，我也没答应他什么。 掌柜的，您别太难过了。我能不难过吗？这尚达志只剩下这半口气了，这老天爷怎么就不让他咽下去呢？哎，这回呀，都怪洋人，他们行事一向是这么让人琢磨不透。自打大清国开始，中国的事儿都坏在他们手上了。 得本归尊，少杰，你看看今年这蚕多肥啊！是啊。 我看这蚕啊，能有两寸多长。嗯，有几年没见过这么好的蚕了。今年出了场大涝灾，官府减半了赋税，不少失地的平川农户都上山养了蚕。再加上去年年关跟前楚涛珠操纵了一把丝绢，从前的蚕农觉得养蚕有利可图，养的就更多了。我估摸着，今年南阳府各县出的丝，要比往年多上四五成啊。是啊，这蚕养得好，才有好丝。
有了好丝，咱才能织出好的绸子来。好事啊！今年收新丝的时候，咱们一定得好好祭一回雷祖娘娘，感谢她对我们的恩赐。现在啊，是绸价大涝，织户大增。这今年南阳出的绸子，比往年多出了30%。我估计，等到下个月一开市，一定有一场龙争虎斗，哪个机房能织出好绸子，他们的买卖才能得以维持。虽然咱们上吉利的牌子比较硬，不过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呐。啊，这一季的新绸，从尺寸到线数，必须严格按照上吉利的承制来。我今儿再定一条新规矩，啊，咱们这个每匹绸子的重量差，必须从前的不准超过3500，降低到不准超过1000。只要是超过了，咱都算是次品。当然了，有奖有罚。你们要是能连织5匹绸子，没有1匹是次品，那好，我奖励你们1块钱。都明白了吗？明白了。邢爱，哎，这验绸子的事儿就交给你了，啊，认认真真的验，出了问题我找你。好，好。行了，干活吧。你这差的还是有点多呀、啊，好好看看人家上层别人怎么怎么知道，还得努力啊。来，哎，抽抽我这个。嗯，重24两，分毫不差，师兄好手艺啊。哎，大师兄，你这还没称呢，怎么就放到上层品了？这不用称。为什么？我知道。是穷人住的大车店呐，您要找的人就住这儿啊？怎么，你以为真佛都必须住在大庙里？不是，未必呀。哟，楚爷，您怎么也在这儿啊？您都能来这儿，我怎么不能来呀？楚爷，来，请坐。哎呀呀，家产万贯的湖北大绸商，哼，掌控着两湖山绸销路的龙柏亭龙爷，到了我们南阳府，居然住在这大车店里。这件事传出去，可真是一条奇闻呐。唉，我这也是没辙呀，楚爷。今年南阳府的绸子多的怕是运都运不完了。前两日我还没打从汉口出来，就已经有4、5个南阳的大直货到过我府上了，指望着我今年收他们绸子呢。所以啊，这一到南阳府，我是谁都没敢惊动了，就怕让人给请了去。哼，这吃人家的嘴软，拿人的手短。您看看，我这躲来躲去的。还不是让楚爷您给逮个正着吗？看来龙爷的买卖是越做越大了呀。买卖做大的人做事才会格外小心呐。楚爷您是取笑我了，我那是怕得罪人呐。往年货源紧的时候，各路绸商都赶到南阳来争货源，上吉利、景亨通、镇平的洪家、鲁山王家都曾经照应我的生意。而今这风水是转过来了，绸子多的都烂大街了。你说，我是该收谁家的，又不该收谁家的呀？
我听明白了，你是谁都怕得罪呀，就是不怕得罪我。哎，不，我最不敢得罪的可就是您呐。这甭管到什么时候，楚爷您都是南洋绸行里的一条龙，不是啊？哼哼，一条龙，是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打我福字号倒了以后，你来南洋已经有三趟了吧？怎么一趟也没到我那儿去啊？楚爷这在怪罪我了，不是兄弟我不讲交情，我那是实在没有法子。当初上吉利的花旗在美国是一炮走红，连英国人和法国人都不认云知了，就认这个花旗。让我替他们从上吉利景亨通那里收绸子，可您呢，又和老上家老秦有那么深的过节。兄弟，我为了捧住自己的饭碗，我就只能得罪楚爷您了。我今天来，不是想跟你算旧账的。我楚某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今天来啊，一是想和老朋友叙叙旧，二呢，是想给你指一条发财的路径。发财的路径。师傅，还没休息。师傅，绸子都预备好了吗？就差今天织的了，正在入库呢。于先生，验吧。掌柜的，您看。行啊。哎，我问你。2尺6寸，50码的花旗，应该是多重？70两。你看看这是多少？怎么，不识数啊？念出来。69两8钱。那为什么把这往这放？我让你验绸子。你就这么个验法啊？师傅，这事儿还真怪不得小安子。什么意思？我是说，恐怕有人不想让人验这袋绸子。徐林峰，你不让邢安验绸子？是。我知道，你一向认为自己的手艺很好，很自负。可这世上哪有百发百中的射手？你是当师兄的，你怎么给这些师弟做的榜样？师傅，行了，别解释。今儿给我在外边跪一宿，好好想想自己错在哪儿。是，把于林峰织的这些绸子全部重新过场。深更半夜的不睡觉，你瞎折腾什么呀？下这么大雨，车该淋坏了。哎，你干什么去？大小姐，你这么大，
你一个人在这跪着，心里不落雨。这怎么使得？快回去吧。你还让我给你打个伞吗？要是爹看到你自己打个伞，一会儿又该家罚你了。这可使不得呀，大小姐。上次金明闹灾哭的时候，你不是也帮过我一回吗？别怪我爹。我不怪他。真气好像对于凌风还挺好的。嗯。三千。三千。我们仇行的定制可是七千，这还不及我们定制的一半呢。秦爷。我们这也是没法子呀，这要是依着定制来收，岂不是各位掌柜的绸子我们都得要收下来？虽说咱们全南阳府的知户手艺有高有低，可是谁也不会让上等花旗的分量差出行规的定制来砸自己的招牌。童爷，您要验，验！大家都看清楚了。这是刚从南阳县请来的官秤，上面还贴着官府的封条呢。大家都看清楚了吧？看清楚了。这上面的封条动过没有？没有。龙爷，看清楚了，没有动过。那好，开盒。二尺六寸二十码花旗绸，第一匹重27两4钱，第二匹27两3钱，第三匹27两4钱。德瑞祥样品验毕，共17款山绸，无一匹重量与定制重量差在3钱以内。第一匹重27两4钱。第二匹27两3钱，第三匹27两4钱，23两3钱，第三匹23两3钱。锦亨通样品验毕，共22款山绸，无一匹重量与定制重量差在3钱以内。他们这又是想干什么？这么苛刻的标准，有几家织坊能做到？28两整，第三匹。是不是？28两整，28两整，他又在搞鬼。28两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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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两整。上吉利样品验毕，共31款花旗，93匹。仅3匹与定制重量差1钱，其余均分毫不差。怎么可能？用手织出的绸子，哎，比阳气织出的绸子还整齐？这陈大志有妖法？哎呀，这是千真万确的，掌柜的。现在那些绸商们都抢着收购尚达志的绸子，生怕这好东西落到别人手里头。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我花费心思设的套，到头来倒帮了尚达志扬了一回名，我还骂他是傻子呢，我才是这世上最大的傻子。哎，掌柜的，你爷啊，
别太生气了，刘琛身子骨，啊。哎，算了。听我说，我们掌柜的说了，我们的货不卖了，啊，对不起。为什么不卖了？掌柜的，是您让关了铺子，一匹绸子都不让我卖。嗯，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因为瞧出来，大风楼这一出是他们联合好的吗？那些外部的商人就是想给自己不收咱们的绸子找一个光冕堂皇的理由，他们瞅准了今年丝多绸多，他们想联合起来压咱们的价呀。我的大掌柜啊，恕我冒犯，您管的也太多了。头前您为了那些饥民差点倾家荡产，现在又为了这些不相干的支货啊，放着送上门的生意不做，天底下哪有这么做生意的？鸟离了群活不了，人也一样。如果整个南洋绸业都垮了，咱们上级力能撑得住吗？有的时候帮别人就是帮咱自己。我的大掌柜啊，外头那些绸商抢购咱上级力的绸子，那是因为咱们的绸子这次在大风楼讨了个头彩，成了抢手货。至于别人家的绸子，哎，龙柏亭那伙子人早就打定主意要压价了。您就是不卖咱的绸子，他们的绸子也照样买不动。我看不是这么回事儿。这江上啊，如果只有一条渡船，这船夫想要多少钱，咱们就得给多少钱。如果这江上多了一座桥，这船钱想不降都不行。那您的意思是，派几个人去各省走走，如果能给咱们南洋臭行儿趟出一条新路来，他们龙柏亭想压价，恐怕没那么容易了。哎呦，他不肯卖咱，这不是饱汉吗？那是拿咱们。可有日子没在香麦里茶楼见着你了，莫非真的把赌给戒了？哪能呢？事儿多，忙不过来。哎呦，我看是忙床头上的活吧啊！我可听说了，你最近娶老婆当了老上家的女婿。要说咱们这从小玩到大的，可就属你有出息啊！啊，看看你丈人的铺子，这么些人等着送钱，可人家还不愿意要啊！这位是谁呀？嗨，这位您都不认识？哎，你不是想找上大掌柜的买绸子吗？这位，我跟你说，就是上大掌柜的女婿秦宝汉呐，是亲女婿吗？女婿，嗨，这话说的不是亲的还是干的呀？人家可是在端午节之前就完了婚的。秦爷，您能不能帮着引荐一荐上大掌柜的？哎，帮我们说说话呀，给我们也闹个七八百里的仇吧呀！喂，这都干嘛呢？这都是啊，不就是想买点花旗绸吗？哎，你们看看这满街店铺摆的是什么呀？我就闹不明白了，为什么就挤在这儿？要不劳烦各位啊，往前30米，锦亨通，我们家的。多了不敢说啊，想要个3000匹、5000匹的，我让各位提现货。秦爷，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都是鸭子，那脸麻子烂个水鸭子能和全局的烤鸭比吗？是吧？就是，谁卖这是？走，这帮人啊，那说的那叫人话呀？他上基利的绸子是全聚德的烤鸭子啊，我秦家绸子就是李麻子家的烂炖水鸭子。哎呀，少东家，您何必生这份气呀？人家夸您老丈人，您应该高兴才是啊。高兴？我就那么没心没肺呀？啊？哎，这想当初长沙汉口的绸商跑咱市井街上来，求着我爷给他们发货的时候，上基利是个什么东西？啊，那还是石佛镇上一小土坯作坊，谁认识他们家的字号？现在倒好了，这癞蛤蟆都成精了。少奶奶，宝汉，你在呢。爹让我把这个交给你。这什么呀？一张500元的汇票，是给永顺四行支付的买丝款。爹说待会儿有人过来取，让你转交给他们。啊，哎，我爹他人呢？他怎么不亲自给人家呀？啊，乡下的五爷爷得了重病，派人来报了信儿。爹心里着急，套上车就去了。啊。爹还交代说，让你千万要记得让永顺号取钱的人来留下收据。啊。啊，宝汉。怎么着？还有事儿啊？爹还说了，
这几天一直都在下雨，天气比较潮湿，绸子容易生虫长霉。今儿好不容易出了大太阳，让你张罗些人手，把库里的绸子都搬出来，好好晒晒。知道了，我爹还说什么了啊？你能不能一次都说完了？没有了。没有了啊。高点啊，高点。好嘞。怎么样，正不正？哎，往下点。啊，往下拉点。好吗？可以了。啊，好。嗯，这是有霉味儿。把那个挂上啊。好。嗯，这比霉味儿更重。这绸子这么亮，恐怕是不行。打开啊，都给我打开，挂在竹竿上，好好晾了，重新再给我卷起来。都听清楚了，照着少东西吩咐的做啊。快去。这压了这么多绸子，这也晒不过来呀。少东家，永顺私行的陈掌柜来拿货款了。哦，行，带着伙计抓紧干。哎，好嘞，都干起来啊！跟我去见一下陈掌柜。哎。少爷，您琢磨什么呢？我有一办法，兴许能让咱这些绸子都卖出去。你有好主意？我就说这绸子里藏了500块钱，这行吗？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它不行啊？今天我非打断你不可！饶了我吧！哎呦，我吓死我了！500块呀，说没就没了，卖你10回都要不回来！哎呦，少东家，您饶了我吧！哎，青姐，少东家，你是咋了？别打了！陈掌柜，他气死我了！他，您不知道，家父头几天前就给您准备好了一张500块的汇票，告诉钱柜让他收好了，就等您来拿了。这我就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他把这汇票给我藏进一匹样绸里，就收进账房了。这当天晚上在外面多喝了2两黄汤啊，迷迷瞪瞪的就把这匹样绸给我塞进库房里去。这刚才有人跟我说您来取款子呀，我就跟他要啊。他到账房死活是找不着这匹绸子，这才想起这档子事儿来的，这马上又去库房里找。可您是没看见我那3间库房啊，满满当当堆的全都是绸子，头几天就喂出腾出这库房来放我这新织出来的绸匹，我还发了几千匹的货呀，还往景亨通设在南阳、洛阳、开封的5家分店里。而且这几天我们家的几个老主顾也前前后后的他提了10几批的货了，您说这天知道这匹藏着500块汇票的绸子他去哪儿了呀？他哎呀，等会儿，少东家，少东家，别急，慢慢找嘛。找？哎呦，我说陈掌柜耶，我去哪儿找啊？啊，500块呀，这说没就没了。陈掌柜的，我对不住您了。今儿这款子我真没法给您结了。您看，我爹去镇平镇看我五爷去了。您看这样行吗？我爹只要一回来，我立马管他要钱。钱一到，我亲自给您送府上去。这怎么着？您还怕我赖您的账？不会的。即使我信不过你秦家，我还信不过你那一出手就是10万大洋的月账啊！陈掌柜。我景亨通拔根汗毛也不止这500块吧？啊，用得着在我面前提什么上级利吗？啊，那好，那我先回去，就等少东家给我送货款啊。得了，对不住啊，告辞。哎，您，我送给您，实在对不住。行，老小子啊，你这苦肉计演得够像的。把货给我备齐了啊！不出3天，咱库里这些绸子都得让人给抢光了。宝汉，